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以中国神话《山海经》为本，写成现代剧作《山海经传》，重新塑造神话人物，加上剧场导演梁志明、音乐人鲍比达、陈乐融和台师大表演所师生，共同以摇滚音乐剧重新诠释女娲造人、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。公视 HD 频道《山海经传》。